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刺绣围巾啊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一朵花都是刺绣工艺，嗯，而且材质我们采用的是双层拼接的设计啊，锦纶丝加美人纱，弹性非常的大，然后透气性也非常强，嗯，可以给大家披一下看，当一下披肩，嗯，这样就是一个披肩，你可以搭配衣服什么的都非常好看啊。我们这个下摆可以看一下，采用的是吊坠设计啊，非常的古风啊，当个围巾啊，你搭配衣服啊，外面天气凉的话穿个外套风衣什么的都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吊坠设计是非常有特色的啊。啊，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围脖，嗯，这样绕一下啊，冬天的话这样绕一下也是非常好看，而且还保暖。